我来参加吐槽大会呢，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，因为其实像我们这样的艺人呢，有可以永远活在粉丝的爱和团队的保护当中啊。但我也很想了解，就是你们眼中的张艺兴到底是什么样的啊，所以我来了吐槽大会，直面大家的批评，好让我自己能够保持清醒啊。只是呢，来了才发现，还是不清醒的好。